娘。怎么会记恨你呢？这半年来，我没有白活，我懂得了好多事理。您心里的苦，我知道。娘这一辈子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下戏和你了。这些天娘心情不好，说你的时候深了浅了的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啊，娘，其实啊，你能唱戏了，娘应该高兴才是。可是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也只有你跟娘最亲了，能继承咱白派的只有靠你了。娘不是怕你学戏，娘是担心你学不好。你知道咱唱戏的只要一上了台，那一招一式可千万马虎不得呀，咱能对得起观众啊。你记住了吗？娘，我记住了。烤白薯，栗子味儿的。羊的肉。未曾。Yeah.
就凭我白衣双仨字儿，唱到这会儿就上了半唐人，真邪了！哎呀，都是时局闹的，每个台口啊都差不多，有的还封了箱了呢。可不，天刚擦黑就满街捅的日本兵，手里抄着大洋刀，正经人谁还敢出来看戏呀？ 这都是小鬼子闹的，鬼闹的，鬼闹的！你就是个搅局鬼，一出小白一双，我就成了老白一双了。是啊，小的多鲜嫩呢，人们现在不想再看我这老梆子了。娘，您怎么会老呢？是您多心了，在咱们天津卫啊，没人认我。 台上你抖什么机灵？是看你还是看老娘？ 茄子、黄瓜、扁豆荚、冬瓜、麦大、海茄呀！这戏班没法干了。可不是嘛。再问还不知道呢。嗯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不知该多难受啊！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安叔，我大爷上哪儿去了？别找了。 珍珠花老爷子被老当家的给打发了，什么？走了？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？他去哪儿了？老爷子没说，八成是回乡下老家了。为什么呀？这么大个戏班子，难道就嫌一个老师傅？哎，再问再问。
历来戏班是不养老不养小，咱们吃开口饭的，全仗着年轻时的几年新鲜，没多大的奔头。再问，趁着水灵劲儿，好好唱几年吧。好好唱，好好唱，我该怎么唱？我又能怎么唱？大爷，你为什么要走？ 孩子，你的心思大伙心里都清楚。珍珠花李文志是你开坯子的好师傅，是你奶奶嫌他名分不够，不让你磕头拜师。哎，戏班里的猫腻儿，老先生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他不会怪你的。你想啊。 你奶奶隔着辈分，愣让你管她叫大爷，嗨，她不都忍了吗？安叔，我大爷跟我说过，如果他走了，让我靠您。没有人给我指点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迈步。你放心，只要安叔在，绝不让你在台上为难。 你让杨打了，没一点精神，不想唱，找个地方凉快去，别在我这儿开搅。哎哎哎哎，二姑娘别介，一旦破了相啊，那我就没法派活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打明天起不许给他派活。这，老太太要问呢，就说我说的。哎，二姑娘，这我，你看你。 老山，哎，真不让再纹上戏了。嗨，绷一绷吧，不能跟他硬顶啊。哎，他的脾气是越来越没准了，我真担心心弦绷得太紧了。哎呀，不光是心上弦的问题呀，他的身子骨那是更糟啊。从场上下来呀，疼得直揉肚子呀。哎。 冷汗珠子有豆粒那么大，我瞧他得的是大症，不能再这么玩命了。哎呀，谁管得了啊？您瞧，小的呢爱唱。
老的要钱，一对儿拼命三郎。他不光爱唱，他是拿唱戏当鸦片了，一上了台就什么都忘了。可一个人的血脉是有数的，早晚榨干了就得撒手了。哎呀，安叔、善叔，再问你们说，我娘的病她不碍事儿吧？孩子，别着急。我娘肚子疼起来，汗珠子的事，我离咽气儿还远着呢。没到抢笑帽子的时候。白老板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再文也是惦记你。哼，惦记我的人可太多了，哪个是真心的？都他娘的没憋着好屁。娘，老善啊，哎，派出戏单来拿给我看看。哎，卷儿，头几天呢都派出来了，一会儿啊，我把后边的给您送去啊。哎，嗯，娘，哎，不唱就不唱吧，正好歇着，不然谁敢给你放长假呀？我哪有这个福气呀？园子得照开，他一上台你就没事了。哎，安叔给你出个好主意，抽空出去开开眼，找就近的园子钻进去蹲货呀，台上的好角海了去了。对，您是说看蹭戏撸叶子？怎么怕蹭不进去啊？这么着吧，来，善叔给你拿俩钱儿，给拿着。谢谢二位叔叔，那我去了。哎，去吧去吧去吧啊。听个明儿的白呀，让那锅里飘起来呀，好大个儿的羊的肉呀，羊的肉。离开了戏班，在社会的大舞台上，小白玉霜不仅欣赏到了各个流派的名家名剧，同时他还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同胞的罪行，这一切在他心里产生很大影响。说说，有两场戏我都没花钱混进去了。这个小丫头啊，各个文派演的名角海了去了。是吗？那个，你越剧的扮相可真漂亮，嗯，还有京剧，京剧你说他们的亮相，大，藏，那么到位，那么讲究。哎，程先生的戏你看了吗？我看了。看什么戏了？嗯，荒山泪。对，荒山泪。你说程先生的嗓子并不那么亮，可是他唱的有情有味儿，台下的观众啊鸦雀无声，都跟着掉泪了，我也跟着哭了。哎，真地道，真好。哎，你还看见什么了？对了，今天在街上啊，看见日本鬼子了。啊，日本鬼子啊，可凶了。是吗？嗯。哎呀，我听说呀，日本鬼子啊专门杀咱们中国人。我还看见一个老奶奶，可怜了。她说她的儿子被日本鬼子杀害了，听说是用刺刀挑死的，可惨了。哎呀，现在世道太乱了，打住戏之后，谁也不要乱出去啊，都在家待着，别走了。回来这么早啊？没有应酬啊？没有。娘，您又肚子疼了？嗯，我去跟奶奶说，让她给您请个大夫。哎呀，别咋咋呼呼的，
非让满世界都知道啊。那您就上床躺着吧。我没那么娇贵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你老是死啊死的，多不吉利啊！吉利这两字儿跟我没缘。哎呦，慢点儿。暖水壶给您灌好了。嗯，您暖暖吧。哎。夫子，回去歇着吧，我要歇一会儿了。娘，您能行吗？没事儿，回去吧。啊，回去吧，没事儿，回去吧，走吧。奶奶，我娘的病不轻啊，您看是不是请个大夫瞧一瞧？该怎么着，我心里有数。不过就是到日子了，女人这时候有个腰疼肚疼的，常事儿嘛。您说我娘是痛经？痛经有这么厉害吗？要懂得不少啊。还用上新名词儿了。再问，早来身上了吧？有几年了？准不准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嗨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？快说，有几年了？准不准？有两年多了，挺准的，也不难受。嗯。好了，下去吧。哎，哼，女戏子就是不能让她在这上头正常。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肚子疼吗？怎么起来了？我认识他，这就是当年你让我吃的那东西，对不对？不是。老太太也就是你们心你可曾把姑娘看作人？只要是经过了你老人家的手，没有一个回声呀。我说二丫头，混世这么多年，怎么还不开窍啊？
樱桃桑葚货卖当时，引人看逗人吃才值银子。为什么那三十大几的人后边跟着一大帮老少捧角的？就是把你当成了鲜货，你懂吗？我不懂，我永远都不懂。你除了银子，你还知道什么？娘，算我求你了，放过再文，就让他唱戏给你挣钱，别在他身上打别的主意。啊，光让他唱戏？嗯，你不是不让他登台吗？我，好，我让他唱，不再挡他。说话算数？算数。可你得把这东西给我。那可不行，我收起来不使就是了呗。给我，给我，不给你。哎，行了，姑奶奶，这回放心了吧？李家班的名声啊，那可是坐着飞机追喇叭，响上了清韵儿。奶奶，单叔和我娘来了。娘。啊，哎，当家的，都坐吧。有事儿？啊哈，有点事儿。大事儿？不大不小。哎呀，快说。是这样，华北呢，又来了一个评戏班子。嗯？相隔一见地弄俩评戏班，明摆着这不是要打擂吗？进的谁呀？至于当个事儿吗？喜彩莲的连剧团。嗨，我当是谁呢？是喜彩莲啊。在上海不就是怕咱压着躲到南京、无锡、沿江串去了吗？哎，今非昔比喽。这跟咱在大新公司的时候那可不一样了。听说他也和新文化人挂上钩了。哎，欧阳玉倩给他们排过《人面桃花》，还给过潘金莲的本子。他们戏班子里啊，听说还花钱养了一个打本子的先生。新戏啊，是一出接一出啊。人称啊，人称时代艺人。时代艺人。台戏绝配寻常，用奴才，知乎千般我学带。
对，爵说的对，咱好玩意儿，不怕比。新戏咱也有，把潘金莲、阎婆戏啊都贴出去嘛。对，对呀、啊，这阎婆戏啊，咱们还打洪深编剧的旗号。单叔，人家洪先生在上海登了报，说咱的戏不是他写的本子。小孩子家家的，少插嘴。咱们再玩啊，就是好较真儿。好也在这一点，赖也在这一点呢。老单呢？哎，这戏码啊，得好好掂量掂量，安排去吧。哎，好，我啊这就去。我，你有话说。我也是瞎琢磨，我是说，咱们抽空也到那边看看，知己知彼嘛。自己唱自己的戏，管他呢。载文说的有道理。没事的时候，混进去看看戏，瞧人家有什么绝活。去的时候把我的墨镜戴上，免得让人家看出来，说咱们撸叶子。白老板，这个是李会长送给您的，放那儿吧。这是万寿庄马老板送来的，放那儿吧。这是赵青来先生送给小角的，等一等。放那边吧。小白玉霜，小娜，赵青来。花北正啊，对台前儿对手是。
我李家班啊。老的很急，小的拼命，全都入了心儿啊。李奶奶的腰包那个鼓啊，那个鼓啊，鼓的都要成破了心儿。连剧团的戏呀，大气，台上严谨，台下边肃静。特别是人家使的梆子啊，跟咱家中的不太一样，个儿大，声音低，听着也挺脆，哪像咱们呢，用的梆子那么扎耳朵。冯文呢，喜彩莲使的叫什么叫？哦，叫南梆子。大概意思是从南边带过来的吧。哎，喜彩莲的嗓子啊，可没我娘那么冲，但是听着又亮又脆，还挺好听的呢。嗯，开了眼了，戏怎么样？哎，娘，其实啊，跟咱的也差不多。娘，我就觉着他们的梆子啊特别新鲜，你想，他们的调门高，用着都合适。咱们的调门低，用上啊准没错。干嘛要撸人家的？该使什么得守规矩。看见什么真物件没有？看见了，我还打听了，好像是榆木做的空心棒子。听说呀，上海卖阳春面的用的就是这个。那串胡同卖香油的不也是用这个吗？嗯。善叔。嗯。咱也用那梆子呗。急什么？等等。嗯，好嘞。嗯。哼。向阳浮动阳线，得势正。啊，角儿来了。嗯，角儿来了。角儿来了。向阳浮动阳线，明晓罗东，一定是我的前夫名叫江。而且啊，谁唱都用南梆子。老王啊，哎呦，当家的，到那边看看去。哎，好。香笼儿，一时路过断云，单家面一见也没有好说。小老板，
花送来了。王大爷，嗯，您说这人逗不逗？天天送俩花篮来，有那钱啊，请我吃顿风松园好不好？好啊，只要小老板赏光，我随时恭候。赵先生，请坐。再文呐，甭不好意思，这是赵青来先生，台下的常客，是专为捧小角来的。谢谢赵先生捧场。哈，不客气。小老板，不是想吃顿丰泽园吗？我做东，咱们……不不，今天太晚了，改日吧。啊，对对对，改日就改日。以后日子长着呢，只要赵先生您赏脸，我们小角儿一定奉陪。好，也好，那我先告辞了。不送了。啊，您都好。哎，那您慢走。请。再问成角了。